样的，从这么就这样，嗯，别拐上我啊。好，那个我们是咱们那个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的记者，知道，正在做一个直播。没有牌子，刚才呢我们让他进来。好，刚才我跟你们联系过。否则我就饭碗丢了。嗯，是不是？您能麻烦跟他沟通一下吗？就是这样，我会咨询起来，说这个媒体这边，让他从那边走，因为没什么事，我们。这边没样的，样的，样的嘛！你拍照，我们猫都不让你们拍。我问一下，我从那边出去以后还能从那儿进来吗？啊，就是我们要取项目的东西的话。